群山围抱，荒烟蔓草，一条被人遗忘的古道。无数的战火染红了古道，群雄相争，为的是物产丰饶的四川，古称巴蜀或蜀地。兵马砸踏而过的就是蜀道，很远，真的很远道。悠悠一去数千年，是非成败转头空，最后的王者唯有累积历史记忆的这条蜀道。开天辟地，随心就是古代工程奇迹的蜀道。百家齐鸣，文化互通，中国民族融合的蜀道。风霜雨露，天人合一，四川自然风貌的蜀道。从先秦时代兴建的蜀道，经历了无数春秋，走过了多少风云人物。这条古道能够保存原貌，是因为地处偏僻。当现代公路逐渐取代古道的时候，隐藏在羊肠鸟尽的历史故事更弥足珍贵。记录它，了解它，再一次回味逝去已久的风华年代。山多水多古道，地势起伏的山水对外交通不易，绵延千里的古道打开了封闭的地理环境。历史的路是人走出来的，四川的古道有千百条，但说到蜀道，其中之一的金牛道，经过三国时代的大力经营，最为脍炙人口。这条蜀道连接成都平原与关中地区，兵家必争。南从成都为起点，北到广元、出川入陕。金牛道能够名闻天下，被视为中武侯的诸葛亮功不可没。位于成都的武侯祠，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汉昭烈庙，祭祀的是昭烈皇帝刘备。但后人崇敬诸葛亮，将他的祠堂迁来此处，日久积习而称武侯祠，形成中国唯一君臣合祀的祠庙，列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收藏了丰富的文物。诸葛亮羽扇纶巾，在笑谈之中治理国事。武侯祠令我们回味三国的历史之外，还有很多的可观之处。这个博物馆保存了相当珍贵的文物，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再伟大的人物都会灰飞烟灭，但是他们留下的文物却永远丰富我们的心灵。武侯祠有六重的建筑，排列在自南到北的一条中轴线上，馆内文物荟萃，历代的碑刻、匾额、楹联不计其数，值得品味，也颇有趣味。第二道大门的名梁千古，为清代四川提督吴英所题，意指明君良臣，千古流芳。但名字的部首不是日而是木，难道写错了吗？答
答案就在一旁的唐碑。特别严加保护的唐碑是重量级的镇瓷之宝，被称为三绝碑。唐朝宰相裴度撰文，书法家柳公绰书写，大将鲁建刻字，三绝的形式和风格为后代模效的范本。碑文借古说今，以诸葛亮的文治武功激励唐代当时的执政者。仔细观察，其中的名字部首同样是木。换言之，木月明为古代的正体字，匾额上的明书写的是古字。成都武侯祠进二门的长廊壁上，高悬岳飞抄写的前后出师表十科。公元227年起，诸葛亮率军北伐，上奏皇帝刘禅，前出师表写下：“开张圣听，清贤臣，怨小人。”后出师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字字都是血泪。900多年后的岳飞重新抄写这幅名作，感同身受，字里行间波涛起伏。前四行字岳将军用的是行书，字体上中规中矩，以此可以判断岳飞刚开始的情绪还比较平稳。但是从第五行开始不同了，我们看到他的书法，这句话叫此诚危急从亡之秋也，明显的危急两个字用笔偏重，因为岳飞想到自己的境遇，国家当年处在危急之时，受到外族入侵，作为爱国将领一心抗金，可是朝廷却要投降，所以说感慨自己的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情绪的一涌而上。因此呢，书法自由心造，行书成行草，到最终的高潮接近于狂草，整篇作品一气呵成，行云流水，苍劲有力。这篇作品被乾隆皇帝用了8个字来评价，叫龙跳虎卧，气象万千。就书法而言，身为武将的岳飞毫不逊色，他的出师表中有22个“帝”字，写法都不一样。中国的书法艺术讲究同字不同形，出师表中不同的“帝”字显现出他书法的功力，以及他心中对皇帝的期盼。皇帝而言，刘备白手起家，志向远大。他和关羽、张飞结义之后，四处征伐，奔波了38年，最后登基为帝，但只有2年就因病去世。公元223年，诸葛亮在此为刘备修建陵墓，历代逐步扩张，形成今天的武侯祠建筑群。诸葛亮即使神机妙算，恐怕也料算不到自己的祠堂竟能永伴君侧。刘备的陵墓称为惠陵，外观极为朴素，封土12米，周长180米，几步路就能够绕行一圈，完全没有帝王的排场。其实这正是诸葛亮的远见，豪华的墓地一朝到匪，刘备在这里安息了1700多年，惠陵从来没有盗墓的记录。诸葛亮的才智不限一端，武侯祠殿前营柱有幅对联，据说集结了诸葛亮的治国韬略，许多现代的大企业家奉为圭臬，被称为“公心联”。
圣廉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下廉不省事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对联重点说的是审查时事，攻心为上，这个原则的确创业治国皆宜。诸葛亮传奇的一生成为中国智者的化身，然而诗圣杜甫描述他：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首名诗道尽了三国贤才的悲剧命运。成都西郊浣花溪畔有座杜甫草堂，过去只是一间茅草屋，现在成为研究唐代的博物馆。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西家带眷从甘肃走蜀道来到成都，搭建茅屋居住了4年，完成大量作品，流传后世，成为探寻唐代的文史宝库。例如杜甫游历成都，写下《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林》，诗文证实了武侯祠当年的位置和盛况。杜甫忧国忧民，他的蜀道之行是人生中的锥心之痛。当时的皇帝唐玄宗也走蜀道入川避祸，时局动荡，路途艰险，年过半百的杜甫将蜀道的险隘名关浸入诗中，借以抒发陷入困境的感慨。他一直走到梓潼瓦口关后才算苦尽甘来。蜀道的金牛道若从成都出发，北上到梓潼的这一段地势较为平坦，自瓦口关起则是另一番风貌。瓦口关之旁有座送险亭，意味南下成都一马平川，送别了危险之地。反之，北走蜀道，群山险阻，崎岖难行。瓦口关位于分界点上，成为著名的古战场。关楼内置有张飞的塑像。《三国演义》第70回《蒙张飞智取瓦口隘》说的就是张飞用计攻下这道险关的故事。然而，战场上没有永远的胜利。在《三国演义》第76回，关羽大意失荆州，被孙权擒获而遭斩首。刘备和张飞兄弟情深，不顾诸葛亮的劝阻，一心为关羽报仇，走上险峻的蜀道，出关去打东吴。这时蜀汉的兵力其实不如东吴，两人坚持走回羊肠鸟道，送险亭就成了迎险亭。张飞出发前竟然被两个部下谋害而死，刘备一人率军出征，大败不归，含恨奔卒于白帝城。桃园结义的三兄弟接连而去，蜀道平添遗憾。诗仙李白说的蜀道难，路途崎岖之外，或许对蜀道上起伏的英雄也有一份追思之情。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李白的词传颂千古，也令后人了解到蜀道的工程有多么的艰巨，文化有多么的深远。这一段蜀道保留了千百年前的原貌，带我们一起走进深邃的时光隧道。瓦口关的古蜀道
长条形的门槛石设为地基，可耐雨水冲刷，历经数百年仍未流失。现在看来荒凉，以前可是车马喧嚣，每一块青石板都有无数的人马踏过。历代由京城通往蜀地称为驰道或驿道，官差持送公文情报，快马加鞭，通常十里一铺，四十里一驿，以供官差中途换马休息。路旁的钟礼碑指引出右去吉阳铺，左去梓潼，各有十里。整条蜀道设施完备，井然有序，源于三国时代的整治。为了蜀汉北伐匡复汉室，诸葛亮大修金牛道，在军政的需求下，张飞也出了不少力。这位粗中有细的张三爷植树引路，以便军情传递。他所种下的大量苍柏被称为张飞柏，而柏树成林的翠云廊大大改变了蜀道的荒凉景观。金牛道从梓潼县到广元市所属的剑阁县之间，翠云廊覆盖其间，被称为剑阁蜀道。地表上数万棵柏树聚集一处，只有在蜀道看得到。这一段的翠云廊道路经过整修，但尽量不去干扰路旁的古柏。形状奇特的夫妻树，两棵树的根茎太近，互相缠绕几百年，再也无法分开。植于宋代的宋柏，距今已有1000多年，仍然苍劲古朴，枝叶繁盛。在传说中，张飞植柏总共种了10万棵，但其实翠云廊的柏林始于秦汉，成于明朝，是人工造植的群体行道树。翠云廊抽样调查的900株古柏中，胸径2米以上到1米以下的树体参差不齐，说明古柏并非依次栽种，而是历朝官民的共同产物，年代只能略作区分。胸径2米以上的古柏树龄约2000多年，应是秦代所植；胸径2米左右的，才有可能是名满天下的张飞柏。翠云廊中位于梁山铺的一段蜀道，地势较高，距离公路甚远，时光凝固在1000多年前，两旁柏树恣意生长，深山之中难得一见的巨大柏树比比皆是。路人稀少的蜀道，珍贵的古柏每一棵都有编号。自古以来，蜀道上的柏树在大山之中指引出一条清脆道路，历代政府保护有加，禁止砍伐，古柏树木列为县官交接的要项。因为蜀道不仅是战争通道，也是百姓往来通行政令的繁忙路径。有句话说，金牛道翠柏天，商旅兵家密如烟。这道大青石的护栏叫做拦马墙，以古法施工，用石灰加糯米粘合而成，目的在挡住拥挤的飞奔快马。这种设施见证了蜀道兴盛的年代。难以想象，时至今日，蜀道竟然已经如此落寞。荒废已久的古道，大自然却是生生不息。坍塌的边坡，岁月流逝，残存的大树根茎已经包裹住裸露的巨石，继续发展。但不是每棵柏树都能老而弥坚，蜀道当然也难以天长地久。这道拦马墙因为路缘的土层流失而崩塌，
滚落在下方树林里的青石，可能是一次豪雨造成的结果，显示了自然而又人文的蜀道正以各种原因快速地消失。梓潼的七曲山大庙门前过去是古蜀道，现在扩建为四川108国道。古人千辛万苦才能走到的大庙，是华人世界文昌庙的祖庭。先看镇山大门，一共有三层，供奉的是魁星，为文昌神的第一化身，手中朱笔专点凡人的文运与官运。魁星安身之楼为清代的木造建筑，由48根通天大柱凌空托起，古意盎然，保存良好。这里是魁星楼，大庙镇山门的上方，古老的建筑面对更古老的蜀道，门前人来人往，有达官贵人，有贩夫走卒，还有上京赶考的学子们，他们经过这里必定会进来膜拜。这一根根粗大的木柱承担着学子的希望，也承担了历史的重量。七曲山大庙的建筑群由历代兴建，清代的魁星楼年资最浅，魁星楼对面的正殿始建于明代，供奉的是主神文昌帝君，以九五之尊高居龙座，殿下四从按官位排列，总共九尊明代崇祯年间所铸的铁像，每一尊重达6吨，背后刻上铭文，意在传之久远。盘陀殿是大庙现存最古老的建筑，造于元代早期，700多年依然挺立，梁架结构简练，比例匀称，为四川古建筑中少有的元代遗物。盘陀殿祭拜的张牙子为文昌神还是凡人时的形象，各朝皇帝不断追封，张牙子才成为文昌帝君。座前的两位侍从，一个是天聋听不见，另一个是地哑说不出，立于万能的张牙子一旁，表示天机不可外泄。七曲山大庙始建于东晋，最初是张牙子的祠庙，距今约有1600年。这一棵晋柏据说为张牙子亲自种植，庙方怕它倒，用架子支撑。其实老树一直欣欣向荣，苍劲的树干就像民间的信仰，不断开枝展叶。中国素有北孔子南文昌之说，南方对文昌的信仰非常盛行。元朝的元仁宗为笼络汉族，下诏将张牙子加封为帝，全名是辅元开化文昌丝路弘仁帝君。而那时孔子不过被封为文宣王，足证文昌信仰深植民心。明清时的文昌祭仪更被纳入国家礼部四典，日益隆重。道教祭祀文昌神的洞经古乐，起源于800多年前的南宋，发祥于梓潼，曲调融合佛道儒三教，既是宫廷雅乐，也是朴实的民间音乐，
传承人陈周树将之改良，率领一群热心的老艺人继续发扬光大。800多年以前，当时我们的资料上面查出来，这个弹指均音图里面只有26种乐器，那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40多种，而且人数，我们乐团现在是32个人，原来的演奏动机音乐，它一般都是18，16、14，但是这个规模，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音乐也在发展，蜀道上的七曲山大庙位于翠云廊的南端，从紫铜往北走过一路的苍玉柏树，到了剑阁，山势骤然起降，剑门关汹聚其中。这里是四川北部的剑阁县，宽广的步道通往险峻的剑门关。2008年的大地震，剑阁是重灾县，步道在地震之前是108国道，摧毁殆尽，剑门关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灾后重建的工程开始后，108国道打通隧道，另走他途，这里复原成古蜀道，剑门阁同时也气象一新，耸立在剑关的原址。进入剑门关口的牌坊，门帘上写的是剑壁门高5000尺，石围楼阁9天开。重建的步道并没有这样的气势，真正的蜀道隐藏在高山险壁，其中一段经过整修已经能够通行。蜀道进入山谷地带，沿着悬崖峭壁所搭建的栈道，既是道路也是桥梁。栈道的兴建在三国时代是军中大事，蜀相诸葛亮为北伐中原，经剑门六出祁山，以栈道运输军用物资。诸葛亮又见此地壁高千仞，垒石砌门，建关设卫，从此有了剑门关。剑门关是蜀道上的天险关隘，夹峙在两峰之间，进关的小路凭高而下，位于群山之间，大军难以通行，所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被称为天下雄关。剑门关易守难攻，进关之后地势较平，适于屯军驻扎。蜀汉末年，魏国大将钟会率兵10万叩关，诸葛亮最为倚重的姜维领3万蜀兵凭险据守，两军相持不下。魏将邓艾趁机力辟西境，走剑门关200多里外的阴平道攻入成都。姜维还在坚守中，后主刘禅传来消息，命他交出剑门关。姜维无力回天，他的部下个个愤恨难当，蜀汉就这样灭亡了。雄壮的剑门关成为结束三国的伤心地，后世因此有这样的说法：蜀汉兴于昭化，亡于剑门。出剑门关北上，三国名城昭化位于四川广元市以南20公里，古称嘉门关，地处蜀道要冲。从中原看昭化，这里是边陲之地，
但就蜀地而言，昭化是最早开发的县城，蜀道上的文明之地。蜀道走过羊肠鸟径，来到昭化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昭化是交通重镇，嘉陵江和白龙江在此交汇，蜀道也在这里穿城而过，水路畅通，工商发达。当地人有句话说，到了昭化不想爹娘，可见昭化的繁荣兴盛也因此留下了完整的地方建制史。公元前316年，秦国征服蜀地，在此建立加盟县，为中国史上最早的县治地之一，也是巴蜀第一县。复建的昭化县署位于城内高地，知县调解案件或是议事的二堂，现存历代县令名录，记载了从加盟建县到1958年昭化并入广元为止，有据可查的县官高达175位，前后共2300多年历史。审案公堂上背后的屏风会有海水潮日图，要求这些县官应明如朝日，清似海水。昭化大街的石板路中间横条长石是官道，供达官贵人乘轿而行，两旁较窄的直条长石供轿夫行走，最外侧的两道才是一般百姓可以走的路。昭化开化甚早，主要还是它重要的地理位置。蜀汉能够三分天下，赵英与刘备善用地利，在此厚树恩德，操练兵马，才能入主蜀地，创建三国鼎立的局面。詹凤城门外的战胜坝，据说是《三国演义》中张飞挑灯夜战马超的战场，留下一段佳话。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六出祁山发位，仍然奔忙于加盟蜀道，一意复兴汉作。到了蜀汉后期，费祎主持朝中军政，奉命在昭化设立丞相府，正面迎敌，抵御魏国大军，滚滚群英，各领风骚。然而苏东坡说得好，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不止三国的英雄好汉消失在岁月的浪涛。根据出土的文物，4000多年前昭化已有先民居住，最早在这里的加盟官是先有路才有官，而这条路就是依江而行的古蜀道，三国之前已经存在。人来人往，激起多少浪花，如今这一片平静无华的农田，在逐渐淤积的嘉陵江畔，早已云淡风轻，世事难寻。出昭化城，沿嘉陵江逆流北上，可以直通现代大都市广元。广元位于川陕甘三省交汇之处，是古蜀道进出四川的咽喉重镇，北达京师，南通巴蜀，嘉陵江横贯城区。古称利州的广元有2300多年的历史。1300多年前的唐代，利州提督伍氏月生了个女儿，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她的家庙就在这里，与广元隔江相望的黄泽寺。始建于唐代的黄泽寺，因皇恩浩荡，择其故里而得名。施予皇恩的就是武则天，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在她还是皇后时，已展露出高超的政治才能。二圣殿中的武皇后与唐高宗，庙堂之上平起平坐。高宗因素疾，难于操持政务，大权旁落，
国家之事全由皇后定夺。他勇于决断，高宗唯命是从，所以当时朝廷并称为二圣。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登基为皇，改国号为周。皇泽寺的泽天殿立有一尊武后真容石刻像。宋人九玉志记载，武则天当皇帝后赐祀刻其真容，史学家认为这就是武则天晚年真实的形貌。石刻像高1.8米，外敷金箔，由整块砂岩雕成，距今已有1300余年，保存至今实属不易。1954年，广元修筑宝成铁路，地基通过黄泽寺建筑群，摧毁了许多寺庙文物。未料开挖后，从废墟中发现了广正碑，为五代十国的遗物。碑文记载了黄泽寺的由来，然而人们更关心的是比建寺还早的摩崖造像。黄泽寺依山而建，石壁上的摩崖造像早于北魏到中唐时期，持续约有300多年。现存57窟，1200多大小造像。编为45号的中心主窟，为黄泽寺造像年代最早之处。铁栏多年未开，受到严密的保护。一般而言，中心主窟的规模较大，可供信徒巡礼观像。支撑住建筑体的主窟是一座金塔，分塔基、塔身、塔顶三个部分。三面石壁上，左为代表未来世的弥勒佛，右为代表过去世的燃灯佛，中为现在世的释迦牟尼佛。造像立体，雕工直朴。黄泽寺的大佛楼又称大佛石窟，高楼初建于清代，佛窟始凿于唐代中期。主佛阿弥陀佛法相肃穆，立于莲台之上，左手屈举胸前，右手施无畏印，表示佛为救济众生的大爱之心。文革时期曾遭破坏，可看出断指重接的痕迹。主佛左右侍立迦叶、阿难二弟子，迦叶袒右肩，左手执香炉，右手握拳下垂。阿难左手捻串珠，右手上举，拇指中指相接。外侧是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也都刻得端庄慈祥。左右则是护法、金刚、力士等造像。最特殊的是主佛脚下的小人像，唐帽冠服，双手合掌跪倒，状似卑微，却深受信众喜爱，常献上红巾置于其顶。后世考证此人身份，说法各异，但不论是谁，已经托佛之福，香火永续。武则天曾自诩为弥勒佛，法力无边，却只能做一世的皇帝。公元705年，称帝16年的武则天还周于唐，中宗继位，复兴大唐盛世似乎指日可待。没想到52年后，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逃离长安，经蜀道入川，在嘉陵江的明月峡留下了朝天的地名。明月峡位于广元城北23公里，
为金牛道出川的最后天险。嘉陵江穿山而过，切割出两岸悬崖峭壁，本来无路可走，但明月峡是进出四川的咽喉重地，不得不行。从古至今，在狭长的峡谷开出了六条道路，被誉为中国交通史博物馆。六路各有兴衰，最早的是东岸山顶远古先民们在绝壁之上沿石缝草隙开出的羊肠小径，往下是第二条的川陕公路，民国时期兴建，后来修为108国道，汶川大地震时损毁，现在已经成为明月峡专属的观景道路。在其之下的第三条路为先秦时期官家沿着临江峭壁凿建的栈道，成为明月峡内最令人惊叹的人文景观。其次是谷底的嘉陵江水路，原先可由重庆直通陕西略阳，如今全线微缩，大不如前。第五条路几乎隐而不见，就是逆水而上时纤夫拉船所走的沿江滩道。第六条则是东岸的宝成铁路，上世纪50年代兴建，先为单轨，经90年代改造为双轨，工程艰巨，火车贴壁穿过山洞，虎虎生风，为运输量最大的交通要线。月峡原名朝天峡，因为这里有个朝天镇。公元756年，唐朝玄宗皇帝避安史之乱，南迁成都，行经此地村镇，蜀地百官皆鸾朝拜天子，因而取名为朝天镇。这条栈道不仅天子走过，诗人杜甫、李白、陆游以及后世的诸多骚人墨客熙攘而行，留下许多史迹。蜀道虽难，明月依然，不分昼夜，照耀行人不绝的峡谷。在以前的时候呢，就说在明月峡谷嘉陵江水是非常清澈的，再者呢，在这里的行人他们都会采取夜晚过峡，而月斜西星的时候呢，江水将把月光反射到在嘉陵江岸，在这个时候呢，人们就借助这样的月光而行走，由此呢得名为明月峡的。今天的明月峡栈道为近年重建，利用古代遗留在石壁上的孔洞架木为梁，立为栈道，复原的长度约有2公里，只是古人所说千里栈道的一小段。顺着山势搭出的飞檐式阁楼，突身于临江崖壁，专供行旅马匹歇息之用。在战争时期还要承受武器辎重，所以原来的廊道比现在更为宽阔，足以供300里加急的一马奔驰，可见当时工程浩大。城中的结构设计也非常精巧，古人在3公里长的坚硬崖壁上凿出400多个孔洞，口呈方形，孔洞向内斜伸，底端又有一个小方洞，称为栓眼，用来固定打进孔洞的梁桩。 L 型的梁桩木架，一套不够支撑，就再加建第二层或更多层，分散顶端栈道的压力。比较令人困惑的是，这些绝壁上的孔洞是怎么开凿出来的呢？他们那个时候搭建栈道的时候，在悬崖壁边，他们就是从山顶上通过草藤或者粗一点的草绳，从山体上也就顺着草藤下来，而在山上凿上了孔眼而修建。不过在先秦年间呢，它并没有铁器，那个时候呢，他们或许会采用到铜器，花上10多天的样子打上一个孔眼，他们很有可能就是用火把把石头烧热，再用冷水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孔眼。
峡的栈道孔开凿于春秋末期，公元前316年的秦惠王以金牛奉送古蜀国，骗取蜀王派力士开出金牛道，留下了十牛灭蜀的成语。到战国末年范雎向秦时，局面已是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使天下皆畏秦。2000多年的时光荏苒而过，风尘中的栈木早已腐朽消失，今人重建也难以再返往日光景。峡谷两岸修筑的公路铁路产生的废土石渣大量排入江心，河道淤积，河床越来越高。嘉陵江的航运在1990年代初期结束，过去的古栈道高悬在山壁，如今离江面越来越近。蜀道上峥嵘的历史大剧，成为后世积淀不去的人文情怀。过了明月峡，就到了陕西，四川境内的蜀道也到了终点。随着古人的脚步一路走来，读了不少人文风光。史册上冰冷的文字跳跃在栈道、古城或是千年的柏树之间，蜀道难，保存蜀道文化也许更难，但只要走过这里，心中就会留下一条永远不朽的蜀道。